哪里人呐？放开我！娘，娘，你不能走啊！娘，你放开我！娘，娘，你放开我！我爹也是立过战功的，让他走。皇上，皇上，这又是什么事儿啊？请皇上恩准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老二这个王八蛋的意思？是儿臣的意思啊！真是笑话，连太子的位置都能让？天下是你的吗？朕要立谁做太子，何须你让位？在这儿关押的不是江洋大盗，就是谋逆的反贼。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居然愿意来这儿。这大老虎、小老虎挺有趣，有趣儿。那是我爷爷送给我爹的，让我爹在上面题首诗。我爹他想不出来，正发愁呢。你爹和你爷爷是脾气不合吧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嗯。砍他！爹，一剑砍下去，老二脑袋就掉了，他再也接不上了，也没人跟你争了，我也不用天天听你们过早了。砍吧，砍吧，砍！好，太好了，有谋逆的爹，就有谋逆的儿子。哈哈哈哈！我也不怕什么后人评说，也不怕史官，我也不信。砍！爹，爹，砍！爹，砍！爹，我把画拿来了，画，画，快快快，画拿来了，爹，快快来，爹，爹，你看这画，不为白少尊。谁敢出其怒？唯有亲自请，一步一回顾。